花糕一名的由来是，近期夜市的高人气甜点梅花糕，其命名的原因是因为外形像梅花，还是它有梅花的香气？外形像梅花，梅花糕是因为外形像梅花，那状元糕是因为哪里像状元？吃了会变状元。So 难的，老婆饼，哎呀，没有老婆，成熟一点。晚间六点，京都念慈庵全民新攻略。